的右脚平行在瑜伽垫上， OK 哈，左脚吸气往上，让你的脚后跟的这个位置放到你膝盖窝的上头， OK 哈，手推地让两边的臀部坐正， yeah OK， 在这里把你十根手指头往后转， OK， 胸腔打开，吸气吐气，腹部收，胃收，头收，二吸气推地的时候把胃跟胸打开， exhale 的时候让你的胃跟胸收，三 inhale 将你的胃跟胸打开， exhale 让你的胃跟胸收，同时腹部收， inhale 将你的头往前延伸，把胸打开，肋骨打开，肚子打开， exhale 的时候让你的腹部收，肋骨收，胸口收，头低， inhale 将你的头往前延伸，胸带，肋骨带，肚子带， exhale 的时候让你的腹部收，肋骨收，胸收，头低， inhale往前，把胸打开，对呀，把你的身体跟你的脊椎是直的，手保持推地， OK， 3 2 把胸打开，两边的肩膀往外转开， OK， 1 慢慢的 inhale， 把你的双手往前延伸， exhale 的时候把你的手放到你的小腿肚上，把上半身的重量往下压，保持肩膀远离你的耳朵，很好，确定好再将双手走向地板，手拉一下瑜伽垫，将你的胸腔打开， exhale 的时候握拳，让你的额头放到你的拳头上， OK， 在这里放松哦，对，很好，把头也放松， just deep breath，我去观察哪个位置特别的紧绷，你可以将你的意念把呼吸送到那里，吸气感觉它的扩张，吐气让它完全的放松 relax， OK， 记得你的肩膀也要放松， relax your shoulder， 把身体的重量完全的释放，去感受地心引力的存在。5 4 3 2 1 inhale， 把你的头抬，身体抬，胸口抬，手轻轻的推地，还可以哈，将你的脚带起来，把右脚往前，左脚往内收，让你的膝盖对准你的膝盖，还可以哈，然后臀部的肉肉搬出来， yeah， 把双手十指紧扣，帮助你的膝盖，把肩膀往外打开，胸拉开， inhale。exhale 的时候想象你的肚子去接近你的大腿， yeah， 胸还是挺起的哦，好，身体有点微微往前， yeah， 然后去感受一下下巴对起你的胸口，耳朵与你的肩膀，去感受一下你现在小腿肚有没有在延伸，膝盖窝的后头有没有在延伸，保持在这里， 3 21把你的双手手心向上，下巴对齐你的膝盖，头放松，保持在这里，很好哦，你的身体不断的往下压，去感受一下
尤其是左边的臀部要小心哦，不要让它翘起来。让自己臣服在当下的自己，有时候要臣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我们的内在有很多的小我，有很多的小我，小我就是我们的小剧场。有时候我们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内心就会有小剧场出现。试着将我们的每一个念、每一个人格都试着放下，不去控制，不去妄想，只是专注在当下。如果真的很不舒服，就将呼吸送到最紧绷的位置，吸气感觉扩张，吐气让它完全的放松。保持呼吸的稳定，5 4 3 2 1 inhale， 慢慢将你的头带起来。Exhale 的时候，我们停留在这里 ，OK， 将你的右脚踩向地板，嗯哼 ，Yeah， 然后呢，你的吸气 ，Inhale， 将右手往上，胸打开 ，Exhale 的时候，你可以用你的手掌去抱住你的大腿前侧，同时让肚子胸腔打开，头往后，手放到地板，臀部的后侧。或者你今天觉得还可以，就可以将手肘推你的大腿，让肋骨胸腔转。5 deep breath， 5。在吸气的时候，记得脊椎延伸 ；exhale 的时候，让你的肚子转，肋骨转，胸口转，头往后。3。2 1，让它慢慢头带回来，身体带回来，哦，保持在这里，将你的右手抓住左脚到外侧，往前踢，同时让左大腿往外转，让你这边腹部腹腔往上提。再从腹腔往后转，手可以放地板或者是往上，找一个你喜欢的方式。小心左边的臀部要往下坐。OK， 5 4 3 2 1，很好，慢慢把头带回来。OK， 弯膝盖，膝盖往外90度，右脚收进来。Yeah， 右手 push 你的地板，让左边的臀部往下压。Yeah， 所以你的这边会有拉到的感觉哦。还可以哈，很好哦，右手推地，然后保持你呼吸的稳定。所以都是90度哦，万字形。啊，小腿要打开哦， open 你的小腿，你看到我的小腿吗？打开，对，手在推地。OK， 5 4 3 2 1，很好。
慢慢将你的左脚带起来，脚板勾放到右边的膝盖，还可以吗？ Yeah， 十根手指头往后把肩膀转开， OK， 让两边的臀部坐正，同时推下背吸气，让你的这一节胃跟胸掀开。 Yeah， 吐气的时候让腹部收，肋骨收，胸口收，头往前。 Two， inhale， 把胸拉起来，肋骨拉起来，肚子拉起来。 Exhale， 让腹部收，肋骨收，胸口收，头往前。Three， inhale， 慢慢将胸腔打开，肋骨打开。Exhale， 腹部收，肋骨收，胸口收，头低，往前。Inhale， stop here， 停在这里，把胸拉开。Three， two， 把你的脊椎拉直哦。One 的时候，将你的双手小手臂放到你的小腿肚，把上半身的重量往下压，三个呼吸。 Three， Two， One， 将双手走向地板， Yeah， 拉一下瑜伽垫，把胸腔打开。 Inhale， Exhale 的时候双手握拳，头低，把你身体所有都往下沉，去感受地心力的存在。不管外在的世界再怎么纷扰，我们内在是需要稳定平静的，真正自己身心灵上的主人，就要学会去调整自己。尤其是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，以平静的心去接受当下的无常，只是去观察，发挥我们的平等心跟慈悲心，就在当下，给自己更多的呵护及爱，保持呼吸的稳定。如果真的很不舒服，就将你的呼吸送到最紧绷的位置，吸气感觉它的扩张，吐气让它完全的放松。5 4 3 2 1。好，慢慢 inhale 带起来， exhale 的时候我们停留在这， OK， 再将你的脚慢慢伸直，膝盖往上，对，很好，还可以吗？换脚咯，还行哦。第二根脚趾头对准你的膝盖，臀部的肉拉起来，让臀部坐好，对，十根手指头扳住你的膝盖，将你的肩膀向转，有没有扭转，把胸拉开，转开胸往前。 inhale， exhale 的时候保持胸打开，让肚子跟肋骨可以靠近你的大腿前侧，当你已经碰到的时候，让你的下巴对起你的胸， OK， 腿放松，停留在这边哦。 OK， three，2 1，很好， relax， 将你的双手手掌心向上，下巴对着你的膝盖，身体完全的放松，小心你右边的臀部尽量往下坐哦。 Yeah， 把呼吸送到最紧绷的位置，吸
吸气，感觉扩张，吐气，让它完全的放松。去感受一下，是不是你的小腿肚，或是膝盖窝的后头，或者是你的胆经、大腿的外侧特别有感觉。如果真的很不舒服，就将意念把呼吸送到最紧绷的位置，吸气感觉扩张，吐气让它再一次放松。最后 5 4 3 2 1，很好， inhale， 把你的头带起来。 OK， exhale 的时候我们停留在这里，还可以 hold。好，来，右手抓着膝盖，左手 inhale 往上。exhale 的时候，转的时候让左手手肘对准膝盖，抱住右大腿，右手在臀部，把你的背跟你的胸挺起来。一样，再转，头往右边，肩膀后方看。如果你觉得不够深，可以用手肘推大腿。Inhale 的时候将你的脊椎拉长， Exhale 的时候腹部收，肋骨往后，胸口往后。 4 3 2 1，好， inhale， 把头带回来， exhale， 停留，将右手抓着你的左脚到外侧，保持身体还是往右边倾斜， inhale， 把腿伸直，右手去搬右大腿外侧， exhale 的把大腿往外搬，让右边的臀部坐向地板，同时让左边的肩膀往外旋，胸打开，头再往右后方看，你的右手可以放到地板，如果你还想锻炼一些些，就可以把右手伸直，把左脚不断的往左边拉，胸不断的往前顶，往后转。5 4 3 2 1，很好，头带回来，很好，把你的右脚往外90度。 OK， 所以你的膝盖跟你的大腿往外，左脚收进来90度， yeah， 小腿是平行的，让你的左手 push 地板，右边的髋关节往下，你会感觉到外侧特别的紧绷， yeah，感受一下下，保持呼吸的觉知。5 4 3 2 1，很好，慢慢将你的右脚带回来。OK， 双脚往前轻轻动一动，放松一下下。Yeah， 然后弯曲你的膝盖，脚与你的垫子同宽，双手在后侧。OK， 往你的左边倒，
把臀部拉起来，胸腔拉开，眼睛看向你右边的肩膀。很好，吸气带回来 ，inhale， exhale 的往手往右边倒，臀部、肋骨、胸口拉起来，头往左边肩膀看，让你的左边臀部离地。很好 ，inhale 带回来 ，exhale 的时候将你的双腿伸直 ，OK， 臀部的肉肉往后翻 ，Yeah。好，你可以弯一点膝盖 ，OK， 弯一点膝盖，把你的下背往上延伸 ，OK， 看到吗？下背往上延伸，所以你的这一节要往上提，肚子去贴到你的膝盖，对，很好，脚板勾，对，抓着你的脚趾头，把你的脚趾头往下凹 ，Yeah。这时候让你的臀部慢慢往后走，往后走，走到你的肚子不能离开哦，不能离开哦，你的胸还在膝盖哦。如果你一直走，肚子跟肋骨、胸口离开就不行了。OK， 保持在这里哦。OK， 吐气的时候手放开，脚放松，头低。不管到哪。你觉得越紧的时候越要停留在这里，如果你想加深的同学可以将你的大腿慢慢的 straight 伸直，脚板稍微勾一下，顺一下你的阿基里斯腱，让你的身体更沉浮在你的当下，把呼吸送到最紧绷的位置，吸气感觉扩张，吐气慢慢放松，Okay, fine. Four. Three. Two. One. 很好 ，inhale， 把你的上半身慢慢带起来，可以哈。Exhale 的时候，左脚收进来。你的双手，如果你的肚子碰不到，你可以弯膝盖，手去推，把胸先打开。有看到老师哈？不要急着把你的腿伸直，当你的腿伸直的时候，你身体长这样就不行。要把你的身体先挺起来，弯膝盖，试着让你的肚脐转向你的大腿，再做前弯。Yeah， OK， 你可以拿瑜伽砖放在头上面。OK， 找一个你可以稳定的，把身体放松，可以好好理解我说的，把你的额头放到你的脚板的位置，在这里放松，去感受你的肚脐不断的转向你的右大腿，你的 relax your shoulder， 把你的肩膀也放松。去感受你的后腿肌不断的延伸，对啊，如果有些同学不行，你就放在你可以的位置，小腿或是哪里，找一个自己适合的位置去调它，对，很好，你会感受到你的后腿肌的延伸，脖子也放松哦。不管哪边紧绷，就将呼吸送到那里。可能你的腘绳肌会特别的紧绷，我们需要培养最大的耐心去等待它一下下。最后五个呼吸哦，加油！
5 4 3 2 1，很好，慢慢的把你的头带起来，身体带起来，耶、yeah, ，很好，将你的左脚往前，右脚伸进来，同时把左大腿往内推，臀部往后翻。哦，老师还是做地基的时候习惯，记得可以弯一点你的膝盖，对，很好，让你的下背可以往前伸直，有没有？下背，所以如果我要伸直。是没办法往前弯，但是如果我的膝盖弯了，我的下背就可以往前 OK， 但如果我的脚伸直了，我的下背就永远离这么远，所以我要保持弯膝盖，让下背可以有空间往前，对，漂亮 OK， 等着等着它打开了，有一天你们就伸直了，可以哈，好，保持在这个感觉 OK， 吸气吐气的时候一样，把你的瑜伽砖去接近你的肚子跟肋骨，保持弯膝盖，然后瑜伽砖放在一个你稳定的位置，手再慢慢手掌心向上，在这里你可以试着慢慢去把大腿往下伸直，脚板勾，脚跟往外串，也可以就只是停在这里去感受观察你的身体，哦，两边的下背跟后腿筋会有点不太一样，我们先把下背打开，等一下就可以做我们的腿后侧，所以先不要急着把膝盖伸直，我们先一节一节的认识，一节一节的打开，然后慢慢确定好之后才将大腿伸直，脚跟用力踹，但是如果你有放松再这么做，relax your shoulder， 让你的肩膀也跟着放松，肚脐不断的转向你的左大腿，在借由吐气的时候，让它 let it go， 最后的5个呼吸，5 4 3 2 1 inhale， 慢慢带起来， exhale 的时候先停留在这边， OK， 右脚往前轻轻蹬一蹬，放松一下下，卧英雄还可以哈，双脚交叉，膝盖跪地， OK， 然后让你的小腿肚往外延伸，大拇哥把你的小腿肚往外翻，记得屁股不要，你们刚老师的下背，我不要这样子坐下来哦，我要把你的髋往后，脊椎往前的坐下来，一样把下背延伸出去 ，OK， 脚底板顺你的臀部，如果你今天觉得很紧，你可以拿你的枕头放到后侧 ，OK， 然后往后躺 ，Inhale 把手拉长 ，Exhale 的时候抱手肘，或者说你今天不用。你只想要直接往后躺 OK， 老师看你们随性，往后躺的同学臀部抬起来，膝盖往前延伸，吸气往上，吐气往后，膝盖不断的往前延伸，
慢慢的手肘推地，头抬，把胸拉起来，右手掌推地，左手掌推地。OK， 双脚往前轻轻动一动，放松一下下，然后让你的脚趾头往外转，画最大的圆圈圈碰到地板，碰在一起往外转，往前绕圈圈，确定好反方向，对，那个脚趾头也用力大圈一点点，慢一点点没关系，很好，放松。 OK， 来 baby 开髋，一开始把你的脚背放向地板，膝盖往外打开，一样翘屁股，先让屁股坐向你的脚后跟，把膝盖往外打开，还可以哈。如果你的臀部可以坐到地板是最好的，不行就没关系，把膝盖往外打开，所以你的脚趾头要碰在一起哦，有看到哈，老师的脚趾头 OK， 往后推碰到地板，吸气 inhale， exhale 的时候身体慢慢往前，你可以拿你的枕头放下来，或者你觉得你今天不需要枕头，你可以趴下来，走一个你可以的，找一个你可以的方式，然后让你的身体沉浮在当下。这里会等比较久哦，开髋，所以我们不断的沉浮在当下，把呼吸送到自己的位置，吸气感觉扩张，吐气让它完全的放松。试着沉浮在当下的自己，借用每次的吐气，让它慢慢的往地板下沉。在吐气的时候，让它累够。有可能在一整天的状况里面，不管今天我们上班或是遇见的人，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自己的时候，情绪的累积会在我们的髋关节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检视我们的髋关节。让我们内在的情绪可以达到真正的释放，保持你呼吸的稳定，在每次吐气的时候，有一天让你的胸口可以碰到地板，肋骨可以碰到地板，甚至肚子跟会阴部也慢慢的往地板下沉下去。没有控制，只有完全的放松。有时候我们要顺应无常，顺应地心引力，学会去接受，然后慢慢的放下。所以睡眠瑜伽跟阴瑜伽的结合，就是面对、处理、解决与放下。面对身体的问题，正在处理身体的问题，解决身体的问题，及放下身心的问题。
如果真的很不舒服，就将呼吸送到最紧绷的位置，吸气感觉它的扩张，呼气让它完全的放松。Circle 5 4 3 2 1 很好， Inhale， 把我们的头带起来，身体带起来，先停在这边。我看一下老师哦，我会把我的脚屁股带起来往前，跟我的膝盖平行，把小腿肚打开，阴室开宽，手肘推，让臀部往后，膝盖往外打开， yeah， 很好，把你的脚板勾好，耳朵远离的肩膀， yeah， 最后五个呼吸哦，屁股放松哦， 5 4 3 2 1 很好，慢慢身体往前，臀部往前的， yeah， 很好，把双脚带进来，趴在地板上，弯膝盖，左右动一动，放松一下下，还好吗？还可以哈，好像在玩游戏，让它踏水。脚背放向地板， OK， 右手推地，右手在心前面推地，推起来，把你手往臀部后方走，眼睛往左边看， Yeah， 3 2 1， 很好，我们带回来，放左手放在地板上，往前推，推的时候让肩膀拉开，右手放到臀部后侧往后，
对，去，这样才不会容易闪到腰哈。眼睛要看，史斯里亚，眼睛要看后面的脚后跟。对，头要转向脚后跟哦。去 ，OK， 弯，双手放地板，把上半身撑起来，膝盖往前走，右手穿到左边腋下。左手吸气往耳朵走，吐气往后。OK， 把你的阔背肌打开，胸腔打开，头往上抬，然后让你的左边臀部往后拉。呼吸哦，我们的淋巴都要彻彻底底的打开哦，让它整个通畅。Five， 现在让你的手肘伸直。Four， three， two， one 的时候 ，inhale， 将左手往上拉。Yeah， exhale 的时候，往你的右大腿内侧去找，所以往上往内旋去找你的右大腿，耳朵贴近你的地板。把左边肩膀再展开 ，five， four， three， two， one， 很好，慢慢将左手带回来，手掌压地板，推 ，inhale， 带起来 ，exhale 的时候停留。还在四足对姿哦，左手手掌心向上，穿过右边的腋下，耳朵跟肩膀放向地板，右手伸直 ，inhale， 吐气 exhale 的时候来到你的头后侧，胸腔可以翻开，同时让你右边的臀部往左边走，把你右边的阔背肌跟淋巴腋下打开。把你的右手往上 ，exhale 的时候往内旋，去找你的左大腿，把右边肩膀再一次翻开，手肘发一点点力 ，three， two， one， 很好，慢慢的将你的右手带回来。手沉地，还好吗 ？OK， 将你的右脚来到鸽式，对，九十度或者是四十五度都可以，找到一个你和正常的度数。OK， 今天我们可以用枕头来做，所以把你的枕头放到你的瑜伽垫的前侧 ，OK， 把你的右脚四十五度或是九十度往下压，对，在枕头上面，左边的膝盖脚球踩顺一下，把左边的臀部转过来，看到老师会调整，把你的臀部转过来，还行吗？所以你的臀部会拉得更深哦。OK，Grace、okay, 可以吗 ？Grace， 你的膝盖，对对，不行，你的膝盖往外偏了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对，转正，把两边的臀部转正。对，老师不需要你们做到歪臀部哦，还可以哈。哦，两边的手先推一下，推一下地板，去感受左边大腿前侧跟髋关节有拉到。OK，
所以你看一下后脚是直的还是歪的，确定好之后再把脚背放向地板。 OK， 吐气的时候慢一点，让肚子放肋骨放胸口放 Yeah， 手放，你可以握拳，找一个你方便的位置。对，或是放砖，额头可以慢慢的放松，肩膀放松，小心左边的臀部，尽量让你的重量往左边压，就左边是稳定，然后右边是放松，不要被你右边带着跑哦。最后咯，保持呼吸的稳定，One, inhale， 把上半身带起来。我们先停在这边，让左手在右边的地板，右边的瑜伽垫，身体往右边转，右手去碰你的左大腿，眼睛看右边的肩膀，背挺直哦。Five.Four, three. 要呼吸哦 ，deep breath. Two. OK, one. 慢慢带回来，保持在这里，将你的瑜伽枕往后移动，到左大腿前方。Yep.左大腿前方，嗯哼，有移动吗？对呀，还不错哦。OK， 还可以哈，让你的左膝盖带起来，右手推地，左手再一次翻向你的脚趾头往臀部压。嗯哼，对，提起精神哦，看臀部脚后跟可不可以碰到地板的感觉更深。OK， three， 屁股往下压 ，two， OK， one， relax， 把枕头往前移动，右脚往后，换你的左脚格式哦。OK， 在这里你可以两只脚动一动，如果你的腿很酸，如果你还可以的话，照理讲现在右脚应该打开更多了。 OK， 如果你还可以就直接这样做左脚呀，格式，把你的脚调整好，所以你会看到老师的屁股弯一边，弯一边的话就是看一下后脚，右脚球踩地板，臀部转正，对，往后拉，调整好你的臀部，才需要将你的屁股，你们看到老师高高的屁股往下压，所以你的后脚右后脚决定一切有没有弹性。 OK， 很好，先停留一下下，大家都稳定咯，不要翻屁股哦。 OK， 确定好，把右脚背放好， Inhale 吸气，Exhale 的时候，让肚子握住胸口，节节的放，双手握拳 ，Yeah， relax， 把
完全放松，去感受地心力的存在。所以这时候你的臀大臀中臀小肌会更多的伸展在这边。 OK， 完全放松哦，连你的肩膀也放松哦。歌式有很多老师会选择歌式给同学，歌式是专门受臀围跟大腿内侧，最主要是我们下半身的代谢。如果你常做瑜伽或做其他的运动，上半身一直流汗，下半身流不了汗，那你要多做歌式，因为要打通我们下半身的血液循环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甚至会连带到我们的坐骨神经。如果真的很不舒服，就将呼吸送到最前方的位置，吸气感觉扩张，吐气让它完全的放松。最后咯 5 4 3 2 1。 好， inhale， 慢慢的将手推低，Exhale 的时候停留，将我们的右手放到你的右边膝盖，左手去找右边的大腿外侧，左手抓到右大腿外侧，把胸腔转开。 3 2 1，很好，慢慢 relax 带着来。OK， 保持在这边不动哦。右脚脚球踩地，把身体往前吐，再把瑜伽枕往后，带你的右大腿前侧，甚至到膝盖都没关系，左脚还在歌式，还可以吗？臀部转正。很好，维持在这里，让你的右膝盖带起来，右手抓着你的大腿前侧。你们看到老师的肩膀从背面把你的肩膀转向正面。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要干嘛？正面迎接，所以两边的肩膀要平行。对，两边的肩膀转正，让大腿前侧拉得更多，甚至让脚后跟有天可以碰到地板。 5 4 3 2 1。 OK， relax， 手撑好地板，让左脚往后，对，把瑜伽枕拿开。OK， 我们轻轻地爬向地板，还行吗大家？ OK， 将你的左手打平来到90度，头转向右边，右手推地，顺下胸大肌，再将你的胸大肌跟耳朵锁骨放上地板，右脚脚板勾，保持脚后跟往后延伸，心往前顶。
所以你的右边的髋关节往后翻就对了，心往前顶。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kay, one. Relax, 带回来。OK, 把你的左手打直，然后瑜伽砖拿出来。对，瑜伽砖放到你的耳朵。OK, 你的耳朵放下来，左手往上，耳朵放下来，右手推身体转。所以如果你不行，你就拿瑜伽绳。OK, 臀部带起来转正，你可以拉着瑜伽绳越拉越近。OK, 拉到你的手为止，找一个你可以的方式去练习。膝盖可以碰到地板，下巴对齐你的胸口，心不断的顶出去。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.OK, relax, 慢慢带回来。瑜伽砖解开，对，慢慢做，不要急。左边肩膀动一动，放松一下。Yeah. OK, 我们换右边，胸大肌90度，趴到瑜伽垫的最左侧，把右手打平来到90度，头转向左边，左手推，顺一下你的胸，耳朵贴上地板，左脚脚板勾。把你的左腿伸直，心往前顶出去，下巴对齐你的胸口，同时让背后的菱形肌可以夹进来。吸身吐身，记得你的呼吸是重要的一个关键，在这里你必须保有呼吸的稳定跟深沉，才可以打通你的胸大胸小肌。这感受呼吸是流动的，是顺畅的。Three, two, one. Okay, relax. 慢慢带回来。Okay, 把瑜伽砖放到耳朵的下方，右手打平或是上45度角。你可以左手拿绳子，把右手往上，对，很好。然后你看一下老师哈，老师 push 地板的时候，先不急，先将左膝盖弯踩向地板，再将右膝盖弯踩向地板，把臀部抬起来，往你的右边走 ，OK， 走到你的脊椎是直的，左边臀部往下，膝盖往左边走。这时候如果你不行，你就把手放到后侧。如果你还可以，你可以拉绳子 ，OK， 不要急，慢慢的去找。如果你还行的话，就让你的手抓手。然后这时候，你的胸口跟心要干嘛？顶出去，顶出去。下巴对齐胸口。让膝盖有一天可以碰到左边的地板。所以加深你的呼吸哦，老师又去检查。I want to check. Four. Deep breath. Three. 你的臀部要坐上地板才拉得到哦。Two. One. Relax. 带回来。好，我们把瑜伽砖跟瑜伽绳拿开，放到旁侧，正躺在瑜伽垫上。
还可以吗？ OK， 躺着的时候把你的右膝盖弯，右手十指紧扣，抱住你的膝盖往胸口压，左腿伸直。好，左右的动是为了让按摩到你的五脏六腑，大小肠，甚至到你的髋关节。确定好之后，我们腿慢慢伸直，脚板勾，双手十指紧扣，你可以抱住大腿的后侧往内拉，或者你今天还行，就扳着你的脚趾头往内拉，找一个你可以适合的方向，左手可以推大腿前侧，右边肩膀往下，或者是找到一个抗衡的力量，胸不断的打开，对，十指紧扣抱住大腿后侧也可以。 5 4 3 2 1 OK， bend your knees， 弯膝盖，右手抓到脚踝的外侧，左手抓内侧。 OK， 单脚的 Happy Baby， 把右膝盖去找你的右边地板，同时让左大腿往下。 Yeah， 5 4 3 2 1 OK， 慢慢的 relax， 把你的右脚放松，再次将左脚带起来，双手抱膝，十指紧扣，压向你的大小肠，甚至到你的胸部，然后左右左右晃动，按摩一下你的大小肠。当有一天你的膝盖都可以碰到你的胸，下背完全贴上地板的时候，基本上你的前弯 OK， 后腿筋跟下背就会完全打开。2 OK， 1，确定好之后将左腿伸直，双手十指紧扣，抓住大腿的后侧，将脚板勾，你可以扳一下你的脚趾头，开一下你的筋膜，或者是十指紧扣，抓住大腿的后侧往你的胸口压，但是保持大腿的伸直，抓膝盖。5 4 3 2 1 Bend your knees， 将左手抓住脚踝的外侧，右手抓到脚弓的内侧，将它往你的左边腋下地板下压，同时让右大腿伸直。5 4 3 2 1 很好，将你的右脚也带起来，像蝴蝶式的脚，往你的脸压，再向你的下背左右摇摆，下背会浮起来，保持下背悬空，所以双脚合掌往你的脸部压，然后下背左右晃动，可以拉长你的下背。 3 2 1 Relax， 把双手双脚放下来，把瑜伽砖再次拿起来，我们做最后的开胸，手肘推，上半身带起来，把砖摆在你的胸，你要做高或是低都无所谓 OK， 在你的内衣的那一节，运动内衣的那一节，往上往后，高砖的同学可以放头，双手合掌，十指紧扣放在头后侧。如果低砖的同学手可以延伸，
放松。让呼吸在你身体的前侧不断的吸深吐深，让呼吸在身体的前侧不断的流动着。Just deep breath。5 4 3 2 1，很好了，那将双手带回来，手肘推地胸，往右边倒，左手把砖拿出来。很好，再次把你的肚子、肋骨、胸口放松，双膝再次抱胸滚动一下，头带起来，前后滚动，左右压。OK， 确定好之后，我们双脚伸直，手心向上，进入 Shavasana 大修行。